云服务器托管的优点。在今天的数字时代，企业总是在寻找优化运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方法。其中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云服务器托管。云服务器托管是一种网络托管类型，它使用多个集群服务器的资源。这意味着您的网站利用了多台服务器的虚拟资源来应对托管您的网站的各个方面。负载均衡、安全问题已经得到处理。硬件资源可以在需要时使用。云服务器托管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可伸缩性。随着业务的增长，您的 IT 需求也会增加。有了云服务器托管，您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轻松地增加或减少服务器资源，而无需购买和维护额外的硬件。另一个重要的优点是成本效益。使用云服务器托管，您只需支付您使用的部分。这不仅减少了您的资本支出，还消除了与维护、升级和替换相关的费用。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是其他重要的好处。有了云托管，您的数据分布在多台服务器上。如果一台服务器出现故障，您的网站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数据可以从其他服务器检索，这确保了高的正常运行时间和灾难情况下的快速恢复。此外，云服务器托管增强了安全性。通过先进的安全协议，云提供商确保您的数据免受网络威胁的侵害。同时，全球观众的可达性和增加的协作能力使云服务器托管成为企业的一个吸引人的选择。最后，云服务器托管允许资源优化。对于物理服务器，资源可能被低估使用，但云允许有效的分配资源，确保效率和可持续性。